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9 93君子终日前乾细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尽德修业忠信所以尽德也修辞立其臣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前乾因其时而涕虽为无咎矣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九三、就是乾卦九三爻辞、九十三这个爻辞说君子整天啊勤奋不懈自强不息直到夜晚也警惕戒惧这样啊才能处于险境而避免祸害。怎么说呢夫子说这是譬喻君子要增进道德建立功业做到忠诚信实。由此可以增进道德，对人民大兴文教，自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保持真诚，由此可以积蓄功业，所以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在下位而不忧虑，能够整天勤奋不懈，随时警惕戒惧。虽处于险境也能避免祸害、那么这一条、也是谨慎、这个一个君子、每一天、都是非常、警惕自己、从早到晚、要建功立业、所以要做到忠诚信实、这样、可以增进、道德自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保持真诚所以在上面这个位置、他不骄傲、处在下面的位置、他也不忧虑能够、整天就是非常的勤奋、不懈怠随时警惕自己、戒慎恐惧虽然、处在危险的环境那么这个也能够平安度过避免这个祸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